次是他情人。对，哇，很厉害哦，怎么这么纠结？而且住在一棚屋檐下，每天两个就背着我在那边亲亲我我。是没有背着你啊？你有偷小三啊？就是女朋友变成小三，没有飞出来。好的，是非常大的一个制作，要好好加油。而且导演是《兰陵王》的导演，周晓峰导演。真的？哦，非常好看，非常优质。好的。